我是你的新朋友零度小宝。零度小宝，一款专注儿童教育的智能机器人产品。蝙蝠是鸟吗？如果说蝙蝠是鸟类，它又缺少哪？将科技注入灵魂，打造独一无二的儿童成长小伙伴。全新升级 AR 互动，感受前所未有的互联网交互智慧。虚拟与现实贯通，小心，前面有外星人，快消灭外星人！耶！手脚与感官并用，开发空间模拟思维。推动左右脑协调发展 ，Zero 智能机器人。